他们就没有口诀了，那会用唱歌的方式呢来带领大家来慢慢碰碰脸，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姐姐怎么做动作，我们就怎么做动作，好不好？学会吗？还要再一次？可以，不用再一次，好，一次就可以了哈。好，这个同学也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待会竹竿会动哦，所以舞台上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去踩到竹竿。那也希望啊，待会的可以完成这支非常简单好学的一支舞蹈了。好，我们再次来双手叉腰。四声鼓声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了，准备好，预备，开始。